time to use up some resin on here. Actually, what? What talent book is up at the moment? No, I don't have this on. Freedom. Freedom. You need freedom. Genes resistance. I think Benny's is a resistance. No, I'm not using you guys yet, so funny books. I'm not gonna be a cheaper hunting on this account. It's kind of a pain. Feng Zhi Shen, please direct us. A victory. Just run back here for a moment. Don't think I'll be able to level up the spin that much. Time to grab that chest I left. Enough. No suggest here. I don't remember any other spots.
惊喜的收获。 Another tower. What one of these had? What these had? An animal. Oh wow. No point. 一定会保护你，一刻都不想多等。 一决胜负。 So, it's over there. Yeah, well, not gonna look for it. I forget. Not climbing. Oh, hello. ...惊喜的收获。
希望大家都能获得宝藏。 惊喜的收获。 I don't have to find anything for this.行动起来吧，我们不该在这里停留。I'm not sure. I need some dandelions. I just need to heal up and think. Yeah, grab some books. Oh, really?
should have to lay you at some point. Feng, huh? Answer me. Hoi, hoi, hoi. Grab the shrine section. Let's have a look. What shrine? So, it's not bad actually. Oh, I'm pretty sure I found that one. This one here? Probably mark them off. Drop the hat. This is a lucky day. That's one. One here? I don't remember all these spots.
So one's above Springfield. I'm seeing it, so.这个世界也在回应我吗？ 3 HP, attack, nothing too good. Yep, that was one. It's already... Yeah, it's already higher stats than it.
Okay. Don't care about that. I'll try to defend stuff.下雪了，要注意战靴的保养啊！阿贝多，我们来啦！旅行者，派蒙，看你们俩的表情。 莫非没有收获？查是查了，也有注意雪山各个地点，但没看到和你很像的人，也没听说有人遇到你。不意外，我这里进展也不大，对方似乎意识到我们在侦查，不再有那么明显的举动了。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从山上一些地方找到了脚印，虽说被积雪盖去了一部分。 也依然能看出来，是与我体型相似的人所留，脚印数量不少。接下来，恐怕要逐个排除在雪山上活动的冒险家。跟冒险家打交道的话，我们也许能帮上些忙。那现在我们是……喂，什么声音那么响？似乎是从那边传来的。难道是那个冒牌货出现了？ 石头好像动了一下，是摇晃了一下吗？ 真是无妄之灾，怎么还是你们啊？That's a real great to be hiding. 没法否认呢，毕竟我们可是在这一带转了好几天。刚才还遇到了帕拉德，就是那个有些冒失的家伙。 你认识的吧？他说自己倒霉，我就加了他一些冒险家生存须知，然后他一溜烟的继续参加活动去了。你们不会到现在为止都没抵达山脚营地吧？<笑>如你所见，也就是一些山崩、积雪崩塌、跌下斜坡之类的事而已了。值得铭记的人生经历。总之，确实还没到过营地。 这几天太倒霉了，就像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阻挠我们。幸好我事先把杰拉德安排在了安全地带，让他进行一些基础体能训练。对不起，这些事得怪我，我的运气一向很差，留在我身边也会被我传染。抱歉，让你们遭受这么多额外的麻烦和委屈。唉，我都不知该怎么说了。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力量吧，还是大家都很害怕的那种。嗯，确实。对呀，早就习惯你这个样子了。再说，我们自己的运气也谈不上多好。真的吗？我觉得你们运气比我好多了。那怎么办？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运气分一点给你。 我的也可以分一点给你，虽然这几天好像也不太多。大家，好，有了大家的运气，我们一定能走下山的。对，一定没问题。留个寻宝压印测试一下。嗯，反面
跟我猜的刚好相反。这个东西能用来预测运势吗？而且你猜错了，为什么还那么高兴啊？它有正反之分，每次都有一半的概率猜对正反。运气的本质是概率，也就是说，只要把不幸的部分用完，剩下的就都是好运的部分了。举例来说，只要扔压印失败，就等于是消耗掉了不幸，接下来遇到好事的概率就会上升。喂，他说的话完全没有道理吧？你为什么不批评他呀？各位，我刚才猜压印正反猜错了，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成功回到营地。该不会……我来试试，这条路准没错吧？我……哎呀、屁股好痛，这里怎么会有块碎冰呀？太奇妙了，简直是不幸的奇迹。我一般不信这些，但班尼特是真的厉害。安博，以后如果你遇到必须跟班尼特搭档的工作，碰上类似情况可别轻举妄动，等我支援。哎，好的。被旅行者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累，走山路也很费体力呢。既然各位都感到疲惫，不如先到我的营地休息一会儿。搞得我都困了，现在只想喝一碗热乎乎的汤，美美的睡上一觉。突然好困啊！再这样下去，安博会在雪地上睡着。各位，行动起来，我们去阿贝多的营地休息一会儿，整装后再想办法下山。Yeah, go on. I need stuff. 我来保护大家，收起来吧。见识下师傅的枪法，热乎热乎嘛。呀，风，回应我。呀，散。我会好好保存。Reasoning. 嘿嘿。到了，各位请自便。哦，对，忘了营地里没有那么多把椅子，请稍等。他在干什么？画画吗？是在画画呢。画椅子？等等，画完用炼金术变出食物吗？还能这样？我的作画可以视为一种蓝图，然后用炼金术将制造过程省去，只是一种很低级的技巧。历经足够多的研究与实验，这类技巧甚至可以拓展到生物的创生上。哦，既然能变出椅子来，那我想要靠背椅可以吗？可以。有多少人要靠背椅？我要。我也要一张靠背椅吧。那我也要。那也比跟你挤板凳好吧，哼。真的有椅子了，天哪，好方便，我都想住在这里了。如果你需要的话，今晚住下来也没关系，离吃晚饭还有些时间，各位先休息吧，我去照看炉火。怎么能让艾贝多你一个人忙碌呢？我可以帮忙，请让我帮忙吧。
是不是该去帮帮忙呢？哦，你是在问杰拉德的事情吗？听说尤拉小姐已经为他制定好了一整套训练计划，虽然是新人，但有这样可靠的前辈带领，一定会很快成长起来吧。啊，都是我不好，一直在给同伴们添麻烦，平时倒霉点也就算了，在雪山这种地方，我真担心会出什么事。不好，不该说出来的，万一真灵验了就糟了。我嘛，还是老样子，是那个你熟悉的倒霉蛋，但只要霉运没有将我打垮，我就会再一次站起来。有这样冒险的机会，我一定要加倍珍惜才行。不好意思啊，又把你们卷进了这样的事情。之前我和骑士团的几位不是很熟，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之后，我更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大家能力出众，人又善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哦，对了，之后也和我说说，你是怎么让那么多优秀同伴凝聚在你身边的。没关系没关系，等下你也要多吃一点啊。没想到雪山上也会有那么温馨的时刻。堆雪人啊，我试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嗯，但安博却说什么我摆出来的雪人姿势太有艺术感，已经不是传统的圆滚滚雪人了。不知道这家伙是在夸我还是在嘲笑我，总之这仇我记下了。我对雪山的环境已经很熟悉了，可这次又是带领后辈，又是和安博他们集体行动，都是些我生疏的事情，接都接下了，不好好尽责是不行的，账就以后再清算吧。我吗？我一切正常，没什么需要关照的。比起我，你不如多去找安博、班尼特他们聊聊，他们不太适应雪山这种环境。你跟阿贝多都能找到那么多话题，我想你一定很擅长聊天吧，就以这种话术去沟通，教教他们雪山生存法则好了。是你的话一定能做到吧。如果你问的是班尼特，我差不多也习惯他的情况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别想太多，趁这个机会就好好歇一歇，雪山上的夜晚会很长的。这时候要是有杯冰镇的酒就最好了。别在意，你忙你的就好。营地里真暖和呀，乔尔他呀，有人陪他玩可开心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体力都不如他呢。孩童的时候总是在玩这件事上有用不完的精力嘛。雪山比我想象的更加危险一些，即使是西风骑士身处这样恶劣的环境，也得时刻侦察四周，保持警惕。不过有这样一段特别的冒险经历，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陪乔尔玩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念爷爷。爷爷失踪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但至少我要好好表现，成为优秀的侦察骑士，让他骄傲。你问这个没关系的啦，尤拉人很好，虽然嘴上未必会承认，但他是不在意这些的。班尼特的话，也是能够在困难面前迅速打起精神的类型，给阿贝多添了麻烦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大家能够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也算是因祸得福吧。辛苦了，你也休息一会儿吧。再耐心等等吧，晚餐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没想到你对颜料真的很感兴趣，此前为了模拟雪花晶莹的质感，我尝试将冰五花磨成粉末混入白色颜料之中，画面的效果称得上令人满意，不过存放起来就要小心一些了。如果你想亲自试试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即使到现在我也无法完全掌握雪山上的威胁，但我会努力保护你的，请你相信这一点。真想回答你一句我很好啊，
但你是我重要的朋友，我应该坦诚。最近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比如生命与创造。我认为在得出基本结论前就贸然与你讨论，给你带来的困扰会远多于好处。等我理清自己之后，我会和你说的。这段时间里只能请你谅解了。不用担心，能有像这样围炉夜谈的机会对我来说也很难能可贵。不深入参与对话只是我的个人习惯使然，准确地说，你明白我享受这个氛围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和我多聊几句也不是不行。这个营地再耐心等等吧，晚餐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差不多了，旅行者，请把篝火点起来，叫大家过来集合，准备用餐。锅巴，喷火。好了，晚饭好像都差不多了，大家过来吃饭吧。我照蒙德城里受欢迎的食谱做了几道菜，虽说没法跟猎鹿人的手艺相比，只是填饱肚子倒也足够了。各位千万不要客气。哇、哦、太香了，那我就不客气了。等等，请不要抢那个煎蔬菜，给我留一点。喂，啊，吃饱了好好吃呀。阿北多太谦虚了，这些菜一点不比餐馆里的美食逊色啊。炼金术士都这么会做饭吗？说不定就是这个道理。对吧，我也觉得是这样哦。你看他拿烧瓶的手那么稳，就知道他做菜也不会乱放盐和胡椒啦。很有道理呢。吃饱了就困了。班尼特是保持着坐姿睡着了吗？肯定是累坏了吧。睡姿也很有警惕性。哼，不赖。哦，嘿嘿，睡得很香呢，不知道他会不会说梦话。老爹，我不要吃苹果了，我要吃蜜酱胡萝卜煎肉和鱼仁吐司。蜜酱胡萝卜煎肉，安博，是你喜欢的菜吧？是啊，我最喜欢猎鹿人的蜜酱胡萝卜煎肉了。旅行者，你知道吗？我刚认识尤拉那会儿，经常带他去猎鹿人吃饭。后来莎拉一看到我们的脸，就会直接把我们常点的菜下锅。他说我们老是点一样的菜，他都背下来了。然后还说要是蒙德城里每个人都能像我们一样点菜，他的工作会好做得多，只要把大家爱吃的菜背下来就行。你们总是一起吃饭，感情可真好呀。我和这家伙也总是一起吃饭，大概这就是友情的象征吧。不过是一起进餐而已，不能说明什么感情问题。一顿和很多顿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发现了，尤拉每次不想承认什么事的时候，就会把下巴扬起来，或者两手叉腰呢。哼，原来大家都发现了，尤拉的特点果然很容易捕捉呢。既然已经是休息时间，我可以自由活动了吧？那么各位，我还要去冰湖一趟，恕我先失陪了。这么晚还要去泡冰水澡吗？你不是要睡觉吗？留下休息吧。还是陪你吧，这么晚了，周围又黑，你认路的本事没我强，我们一起比较好。冰水澡
真厉害啊。烤肉，这么大一块，老爹，我没问题的了，我已经是冒险团团长了。班尼特这家伙，梦话可真不少。好啦，接下来是我们的自由时间啦。到绘画时间了，二位。想好画什么了吗？不用问，肯定是最好的伙伴我啦。嗯，不过最好换个地方，留在这里可能会打扰到正在休息的班尼特，我们到外面去吧。好好好，画板、画纸、画笔、颜料统统带上，别漏了。拍蒙，别摸！别摸那个机关，否则会掉下去的。算了。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梦啊？真是的。就在这里画吧。我来摆一个优雅的姿势供你参考好啦。喂，你那是什么表情？不要质疑我，快点捕捉我的精髓，画成画，画完我还想拿去挂在家里呢。有气势是件好事，我很期待你的作品。那么先从头部开始画吧，在你心里我一般是什么表情呀？我在你心里是这样啊。算了，先把之后的部分画完吧，下一步画身体吧，快快画出你心里的我的样子。总觉得不会是令人开心的作品呢，我甚至有点紧张。我看看，我看看。啊，这是什么？你怎么说你好啊？真是的，明明线条很流畅，布局也很专业，可为什么把我的神态画得这么蠢？流畅，专业，还有这个眼神很普通啊，没有灵魂。旅行者，你以前在其他地方接受过相关美术教育吗？真的吗？完全只是爱好而已吧，根本没接受过任何系统训练才对，不然也不会把我画成这样了。原来如此，如果派蒙觉得这幅画不够理想，我可以帮着稍作修改。旅行者，你觉得呢？好了，派蒙，这样可以吗？这完全是重画了呀，这么优美的我真的是我吗？艺术加工是美术的重要构成，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本人跟画作有什么不同，
而是你们呈现出了不同风格的美。画作的基础来源还是你，所以派蒙，你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收下这幅画，挂在你喜欢的地方。谢谢你，阿贝多。我只是做了些小小的点缀，要谢就谢旅行者吧。虽然我确实差不多重画了一幅。越看越喜欢，真好，我也有自己的画像了。下次我要把它带出去炫耀一通。没什么，下次有机会给你也画一张，挂在家里，就当留个纪念。很少会有这么多人一起到我的营地来做客，很热闹，甚至有点吵，但我不讨厌这样。在这座雪山上，热闹实在是太难得了。那么先从头部开始画吧。在你心里我一般是什么表情呀？哎，我在你心里是这样啊。算了，先把之后的部分画完吧，下一步画身体吧。快快画出你心里的我的样子。总觉得不会是令人开心的作品呢，我甚至有点紧张。我看看，我看看。啊，这是什么？你怎么说你好啊？真是的，明明线条很流畅，布局也很专业，可为什么把我的神态画得这么蠢？流畅，专业。还有这个眼神，眼神很普通啊，没有灵魂。旅行者，你以前在其他地方接受过相关美术教育吗？真的吗？完全只是爱好而已吧，根本没接受过任何系统训练才对，不然也不会把我画成这样了。原来如此，如果派蒙觉得这幅画不够理想，我可以帮着稍作修改。旅行者，你觉得呢？好了，派蒙，这样可以吗？这完全是重画了呀，这么优美的我真的是我吗？艺术加工是美术的重要构成，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本人跟画作有什么不同，而是你们呈现出了不同风格的美。画作的基础来源还是你，所以派蒙，你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收下这幅画，挂在你喜欢的地方。谢谢你，阿贝多。我只是做了些小小的点缀，要谢就谢旅行者吧。虽然我确实差不多重画了一幅。越看越喜欢，真好，我也有自己的画像了。下次我要把它带出去炫耀一通。没什么，下次有机会给你也画一张，挂在家里，就当留个纪念。很少会有这么多人一起到我的营地来做客。很热闹，甚至有点吵，但我不讨厌这样。
在这座雪山上，热闹实在是太难得了。天亮了，去跟大家会合吧。早上好啊！昨晚睡得真好啊，你们呢？休息的还好吗？老样子，不坏。白天光线好，山路也好走些。趁现在返回山下营地吧。走吧，要是到得早，说不定还能一起吃顿午饭呢。我刚才在营地门口又扔了次牙印，还是没猜中。说明坏的运气已经消耗掉，今天肯定能正常下山啦，对吧？我也这么想，这次一定行。糟了，是雪崩！快闪开！旅行者派蒙，你们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没事。那就好，我只是蹭到了胳膊，不要紧。我没事，那两个人不在周围，恐怕是被雪崩砸到断崖下面去了。掉下去了？不会有事吧？以他们的能力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但要是被石头和冰雪砸晕，倒在如此寒冷的地方，我们得尽快下去救他们。走，现在就去。嗯。班尼特，班尼特，你没事吧？听到请回答。班尼特。那边有声音，班尼特，是你吗？大家，我在这里。你没事吧？没有受伤吧？我摸摸，头有点晕，但身上不疼，应该是没有受伤。没事就好，太吓人了。你要是头晕，最好坐下休息一会儿。没事没事。这种程度的情况我经常遇到，不要紧的。谢谢你了。对了，阿贝多呢？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他应该是和你一起摔下断崖了，我们还没找到他。一个已经找到，另一个不会离得太远。在这附近找找吧。明白了。难道不在这里？嘿，哼，喂，哼，怎么这里也没有？要不然先跟大家会合吧。Thank you.
一决胜负呀！以剑为誓，收起来吧，热乎热乎嘛。一决胜负，惊喜的收获。怎么样，找到了吗？没有他的踪影，我这里也没看到。怪了，我们这里也没有，他到底去哪儿了呀？各位。啊，阿贝多，你没事吧？不要紧，总算把人找齐了。各位，我觉得果然还是因为我在才会有那种雪崩的，靠压印正反分辨运势果然还是行不通啊，难怪大家都不爱跟我一起冒险，实在对不起大家。别这么说，我自己也不是什么运气很好的类型，不会因为一些小意外就把事情都怪到你身上。对呀，而且雪山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区域，在雪山遇到雪崩完全合乎情理，怎么能说是运气的错呢？旅行者，怎么了吗？表情有点难看，你啊，难道你也撞到头了？啊，各位，虽然遇到了意外，但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我隐约觉得雪山似乎变得比之前更危险了，但愿这种感觉是错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赶到山下与冒险家们会合，这样万一后续有什么危险，我们大家也能一起应付。嗯，大家记得注意脚下头顶，让我们谨慎地前进吧。
久，方向也没错，感觉应该是快到山下了。胜利在望，太好了！等到了营地，我要喝碗热汤，再吃点烤肉。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到达，不要再有什么意外了。喂，你怎么了？从刚刚开始就有些心不在焉。不对劲，是肚子饿了还是冻着了？我抱着你的脑袋会暖和一点吗？很少在雪山待这么久，虽然很冷，但这里的风景真不错啊，对吧，尤拉？尤拉？不好意思，我刚刚没在听，你说什么？我在想，之前来雪山找你也都是去固定的几个地方，但其实这里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风景也更漂亮。要是温度高一些，再安全一些，一定会有更多人愿意来这里游玩的。是啊，人们总是畏惧寒冷，回避危险，却不知道冰层只是表象，隐藏在冰下的事物需要用心去发现。阿贝多，这里是下山的路吗？是的，这一带确实有不止一条路的样子，不过我刚才撞到脑袋还有点晕晕的。是这个岔口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我也还有点头晕，看东西偶尔会晃，不过也可能是饿了吧。两边都能走，这条小路相对隐蔽些，但路程更近。今天你们都累了，走近道比较好，跟我来吧。等一下，各位，我看班尼特和安博脸色有些差，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他们缓过来再走？这么一说，我是在刚才混乱的局势中撞到脑袋了吧？被你发现了，但为这么小的问题耽搁大家，没关系吗？没事没事，身体要紧。抱歉，谢谢你们。各位，谢谢了。头晕的时候喝水会舒服一些，还有平躺也有用哦。谢谢你，
班尼特，你对这些事还真有心得啊。就当是生活的馈赠好了。班尼特之前也觉得头晕了吧？你们两位都别逞强，休息够了再走。尤拉看起来很冷淡，对朋友关心的时候却比谁都认真。每次看到你这种表情，就觉得我不要瞪我嘛。旅行者，表情这么凝重，在想什么？也许这就是久经战斗之人的直觉吧。我也感觉有些奇怪，似乎有什么东西变了，但我们无法确定，无法核实。这些推测恐怕不适合说出口，相信你心中也有类似感受。哼，旅行者，我觉得你这只魔物的成分很复杂，保护好自己，进攻交给我。养不通就打扁了，光吧，喷火，散。胜负，有大家在身边，伤口就不会痛。光吧，喷火，散。风之神，请指引我们。散。热火，热火嘛。一决胜负。见识下师父的枪法。散。散。一决胜负。那是什么东西啊？一会儿是人，一会儿又是植物。各位，都没受伤吧？没问题，
但可以请你说明一下情况吗？我不太明白。这只魔物就是我之前遇到的那个吧？嗯，如你所想，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变异片片花。可是片片花能变成人吗？一般不能，但这里是龙脊雪山，情况比较特殊，也许是这片土地上积攒的魔龙之血通过地脉传递给了魔物，使他们飞快变异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啊？这座雪山中藏有魔龙杜林的尸体，如果超越想象的生命现象可能出现在大陆某处，也多半就是这里了吧。杜林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奇迹生命体，它的存在证明了无数可能性，所以我们所身处的这座雪山本质是生命奥秘的巢穴，一座庞大而又可怕的温床。看来那场雪崩也是这位冒牌货制造的吧。对，包括你们下山途中遇到的种种麻烦也有可能是他的杰作。我猜他或许是冲着和我打过交道的人来的。对啊，原来还有这件事，我都忘了。不无可能。可是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想干掉我们吗？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初步推测。片片花是一种擅长拟态的生物，平日我们在野外遇到的片片花常常出现在被拟态的本体周围，也就是说它的本能中很可能有靠近原型取代原型的意识。它是植物的时候会伪装成其他植物并加入它们的族群作为掩护，被模拟的植物不会察觉也无从反抗这种行为，但当它伪装成人类的时候，它想要替代你加入我们。嗯，也许它制造雪崩是为了解决我们，我预先想到这种可能性，所以才借着雪崩躲藏起来引诱他现身。他一直在观察我们，发现我消失立刻想要取而代之，到这一步他才算是完成了伪装，接下来才是捕杀猎物。嗯，确实符合片片花的习性。他靠近并攻击乔尔难道是一种演习？或许是的，又或者他也感到你太成人类是一件有趣的事，想要体验一下身为人的感觉。幸好发现及时，最早察觉到异样的除了阿北多应该就是旅行者了吧。旅行者，你是怎么辨别真伪的？我也想问，我就没发现那个是假货，看起来完全一样啊。原来是这样，可见你太成人类的难度很大。这只变异片片花已经尽可能向原型靠拢，却还是遗漏了细节。不可思议，雪山的可能性竟然这么可怕。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最终还是胜利了，看来我的方法奏效了，先把厄运消耗掉，好运就会降临。那个，如果是指从山上掉下去却没有受伤，那只是因为我在暗中保护你。啊，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好运哦。哼，这么想也不是不行。好了，耽搁这么久，也该继续前进了。是，我们走吧。
And new events. I'm not sure if this is a good thing to pull off or... Don't really need a villa yet. Gotta hold off, what's the name of this planet? Does it show me rules now? Spawns these now. Dele.
not for now. I don't feel like doing that.简直是奇迹！哦，我回来了。塞琉斯先生好像不在，应该是去山上了吧？我们就在这里等等好了。安博，你好点了吗？嗯，我没问题的，不用担心。这次多亏了你们，否则我可能还在笼子里关着呢。我很想感谢各位，但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想到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以班尼特这种体质，应该经常遇到好心人吧？还以为你已经习惯大家的善意了。哎，别这么说嘛。受人恩惠这种事，就算遇到再多次，我也会牢牢记在心中。不能因为大家都关照我，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把这份感谢化为对其他人的帮助如何？你一定也遇到过需要帮助的人。你对他们出手相助，就是一种善意的传递。嗯，说得对，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以后也会坚持下去。没错，等塞琉斯先生回来，我也要想办法帮他的忙了。唉，总觉得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是啊，一旦松懈下来，就觉得好累好累。我要休息一会儿，各位，暂时失陪了。我也得找个地方喝口水，吃点水果。等休息完，还要去当教官呢。这几个家伙下不了山的诅咒总算是打破了呀，有种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感觉呢。我们干脆也找个地方休息聊天吧。既然如此，请跟我来一趟。你猜到了，那就走吧。哎，又要到营地去吗？不是在这里聊吗？好吧，我陪你们就是了。嗯，那我们现在出发，可以吗？抱歉又把你们叫到这里来，有些话还是要在人少的地方说。是跟刚才那个冒牌货有关的话题吗？没错，应该说，旅行者，我很意外你能注意到我和那位冒牌货的不同之处。是啊，这个印记或许就是一切的起点。哦，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就有讲故事的氛围了呢，真不错。嗯，接下去我要说的内容
确实像绘本中的故事一样。你们认为这个菱形印记是什么？纹身、徽章，不对吗？不，这是我身为人的瑕疵。你们见过玻璃制成的各色器皿吗？有种与玻璃相关的人工制作技艺，叫做吹制。吹制技艺在提瓦特并不流行，因此，通过这种工艺制作出的玻璃器皿，大都价格昂贵。吹制工艺，顾名思义，必须要有一个注入空气的口子，就像吹气球一样。也因此，这类玻璃制品上，偶尔会留下用于收尾的缺口。这种缺口，正是人工制作的痕迹。听起来好神奇啊！是种奇妙又美丽的工艺。爱丽丝阿姨说过，这些手工痕迹既是人工技艺的可贵之处，又是完美艺术品上仅有的瑕疵。这个印记也是类似的东西。人工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区别在于生命之力的流淌方向不同，自然生命的力量由内而外，所以花朵从蜷曲到绽放，叶片从弯曲到舒展，我们观赏花卉时会说出绽放这一词汇。而创造人工生命，一定程度上是将力量由外向内输入，胚胎最终获得生命力的接口就是玻璃制品收口的那个点。炼金技料滴落后向各个方向绽开，巧妙地构建出了这个菱形。居然是这么来的。这种被创造出来的痕迹正是我身为人类不完美的证明。那位冒牌货大概是不想自己也变得不完美，才故意避开了这个印记吧。你跟其他人有根本上的不同，与你分享秘密我不会有那么多顾虑。正如派蒙所说，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故事一样，即使告诉别人也只会被当成异想天开的小说而已。人类不只渴望超越和奇迹，他们对平凡普通的追求也远超我们想象。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事物只存在于故事中就好，这样一想就会轻松得多。换句话说，最近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应该能成为不错的小说题材。说起来，我有些朋友平时常常创作小说，要是让他们来写，说不定这个故事会更复杂。只是编故事而已，我也会呀。哦，看不出派蒙也有这种本领。嘿嘿，我可是提瓦特最好的向导，编故事讲故事什么的不在话下。既然如此，要不要来场编故事比赛？素材就用这几天发生的事好了。好啊好啊，不过我们还要去冒险家协会帮忙。创作这种事自然不能急于一时，慢慢想吧，等你们有灵感再来找我，到时候我们来比比谁的故事更精彩。好，那我们就先回冒险家协会那边啦。故事。是啊，早该想到的。龙腹中有老师制造的失败品，这才是故事的起源。如果我们交换立场，如果当初存活下来的是你，原初之人计划中的失败者一定也想取代你。我会将外貌变成你，学习你的炼金术，创造奇迹生物作为转移注意力的幌子。我会找到破绽，借机除掉你和唯一能看破秘密的旅行者。那样一来，我就能重拾诞生于世间的喜悦了。
I'm sure I certainly used to lag out. Say起来，我已经把故事编得差不多了哦，去找阿贝多聊聊吧。 一刻都不想多等。 旅行者，派蒙，看来你们已经想好故事了。对呀对呀，你呢？需要再给你一些时间吗？不用，我也想好了。先来后到，我要先说。好啊，请。我开始了哦。从前有一个邪恶的学者，抓着山上的片片花进行改造，这些片片花带着痛苦变成了人的样子，站在山路旁等着过往行人。 只要有人理，他们就会问对方一些问题，例如“我是谁”“你是谁”。如果回答错误，就会“哇”的一声被吃掉。嗯，真可怕。什么呀？你们完全没被吓到吗？不许挑我的毛病啦！ 你要是不满意，就自己想一个嘛。也就是说，身为凶手的片片花完全取代了被害者。那接下来片片花就要进城了吧？变成普通人的样子回到家里，把他们的家人统统吃掉。 明明是我开的头，我却觉得好可怕呀！不错的故事呢，我能记下来吗？下次跟人聊天也许会用到。你是想拿去吓唬人吗？嗯。这人好坏啊！我的故事比你的故事要长一些，最早。 要从一个炼金术士说起。伟大的炼金术士创造了一号，一号带着他的骄傲，完美的融入了普通人。谁也不会想到，身边这个朋友竟然是人造人。然而，一号并不知道，在他诞生前，炼金术士还进行过许多次实验，有些失败的残次品遭到遗弃，可他并未死去。失败品二号被巨龙吞入腹中。 跟随龙一起留在了雪山上，直到许多年后，他因为某种神秘的龙之力苏醒过来。他看见雪山上各式各样的人，以及那个神奇的融入了他们的一号。二号从未想过，
他们这些试验品居然能完美骗过所有人的眼睛。人们接纳一号为朋友，亲切地称呼他的名字，而那正是二号想要的。所以二号想要替代一号成为那个幸福的人。我突然觉得好冷，好吓人。二号展开了他的计划，他偷来一号的书本与笔记，研究一号那些继承自炼金术士的学识。他很聪明，学得很快。随后他改变了自己原本那张脸，变成与一号完全一样的面孔，又找到一株能够拟态的雪山植物，使用龙血和炼金术改造它。二号将自己变成与一号完全相同的模样，又制造出了第三个个体，三号。三个。但不同的是，二号想要成为真正的完美之人，于是他抹去了自己和三号脖子上象征瑕疵的印记。要我说的话，抹去印记可能只是下意识作为，他太过渴望成为完美之人，以至于忘记了人类本就因不完美而生动。二号的计划非常周密，三号负责吸引注意力，等一号处理掉三号之后，认为威胁已经消失的一号必然会陷入松懈。一号落单的时刻就是二号动手的最佳时机，除掉一号，他就能成为唯一的那个个体。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替换掉所有人记忆中的一号，继承一号的身份、住所、衣物、宝剑、名字和朋友。而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昨天与今天见到的竟然是两个人。好吓人，好吓人啊！我再也不要相信别人了。但就在二号实施计划之前，有个特别的陌生人出现了。二号尝试与他接触，却发现他能隐约感觉出自己和一号有所不同。怎么，被吓到了吗？后来呢？那个陌生人怎么样了？当然是被二号列为了计划中的一环。对二号来说，必须除掉的人又多了一个。就像是院子里的三株玫瑰，外观完全一样，三株中只有一株是不带毒刺的优质品，剩下两株都是长有毒刺的劣等品。而在这世界上，只有照顾他们的园丁能够分辨出哪一株才是优质品。人们不喜欢带毒的植物，唯有完美的玫瑰可以卖出高价。劣等品想要掩盖自己不值钱的事实，就要用毒刺除掉园丁。二号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躲在暗处耐心的等待，也许再过一会儿，他的机会就要来了，他会成为真正的人。好压抑的故事，后来怎么样？二号成功了吗？我都不敢想了。幸好故事只是故事，不会成真。二号在这个故事里也没能取得成功，但在雪山，你们不能放松警惕。用杜林的力量和血肉变异而成的怪物，也能算是莱因多特的造物，跟我没什么不同。你们要小心这类生物。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没关系，我知道自己的来历。你我同为异类，在你面前我无需掩饰真实，只不过有时想到炼金术是如此伟大的学问，会有些无奈。作为踏足大地的生命之一，渴望掌握命运，渴求创造的我们究竟有多傲慢？旅行者，创造是傲慢的行径吗？如果不是，那我们为何称呼掌控我们、创造我们的事物为神？如果是，那我们又有何资格去自居创造者这一身份呢？我们的敬畏和尊重究竟要做到哪一步，要用到何处？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偶尔想起这件事会感到一丝悲哀。阿贝多。喂，旅行者，你在这里吗？咦，安博的声音。果然在这里啊。旅行者，
我们是来替塞琉斯先生传话的，山脚营地那边有重要的事，你也一起去吧。冬令营接近尾声，就算是挂名教官也得就位了。我们得走了，阿贝多，现在见了。去忙吧，我这里还有些事，就不陪各位下山了。没关系没关系，最近上下山都很顺利啊。准备好就出发吧，别让营地那边久等了。这个人是，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乔瑟夫，是乔尔的父亲。爸爸，这位就是我和你说的旅行者，之前帮过我好多好多忙，这次还陪我一起堆雪人呢。乔尔都和我说了，真是太感谢你了。是啊，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啦。等等，塞琉斯会长怎么在偷偷抹眼泪？帕拉德怎么也在这里？这次帕拉德可是大功臣啊。帕拉德，你还是自己说吧。我记得那时天气不错，我预感自己将要有好运气，就坚信着自己的理念，往危险的地方去，因为越危险的地方越有宝藏嘛。怎么听开头就感觉不靠谱？可我才稍微离队行动了一小会儿，不小心就失足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哇，该不会是因为和我在山上见了一面，就被我的倒霉传染了吧？我无意中摔在一个平时不太走道的地方，还受了点轻伤，正在感慨自己运气差到了极点。然后我就遇到了听见声音跑出来看的乔瑟夫先生。哎，哇，简直是误打误撞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冒险家协会的人，也是来参加活动的，聊了几句才发现好多事情他都记不得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哪来得及想这些来龙去脉啊，雪山上太冷了，我赶紧催他跟我一起翻山回营地，有什么事等回来再说。回到营地，我们见到了乔尔，乔尔一见到他就愣住了，跟着大叫起来，爸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回忆起一些事情的。直到现在我的记忆都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乔尔和他的妈妈，唯独他们，我不会，不，是不能忘记。爸爸，乔尔，爸爸在，爸爸在。乔瑟夫先生，真的想不起其他事情了吗？野猪公主，还有雪山上你喂过的狐狸们。很抱歉，我没有印象了，或许是因为脑袋受了外伤，我也不清楚了。当我醒来的时候，身上全是血，
就连行李也丢了，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我只能爬进一个山洞安顿下来慢慢养伤，在腿脚恢复点之后靠打猎的本能才活了下来。爸爸，我真的好担心你。没事没事，乔尔不哭，爸爸这次哪里也不去了，就陪在你身边。太好了，太好。说起来，我就是从在山上遇到班尼特之后才变得比之前更倒霉的。我就知道，我真是……不不，我是想说，要不是因为这样，我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大的雪山里遇到乔瑟夫先生啊。再说我们不都安全回来了吗？所以你也别自责，运气这种事儿，差到极点说不定就会引发奇迹呢。帕拉德，你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啊，是吗？是实话而已。啊，对了，我要谢谢旅行者哥哥，还有塞留斯叔叔、尤拉姐姐和安博姐姐，大家都很照顾我，我非常珍惜这一段时间。不过雪人离开雪山就会融化了吧？没有办法一起带走，好可惜。这我倒是有办法，稍等一下。哎，尤拉，好了，乔尔，收下这个。这是坚冰的粉末，只需要加在你的雪人里，它就永远都不会融化了。哇，是真的吗？太厉害了，尤拉姐姐太厉害了！爸爸，我也不会融化的雪人了，太棒了！我实在是不知道要如何感谢各位了。谢谢各位，谢谢。爸爸，我们一起去搬雪人，现在就去好不好？行。那各位，我就先陪乔尔去玩了，我们改天见。好，好。我和帕拉德也该再去谈一谈冒险过程中的纪律问题了。哎，塞留斯会长，我这算是将功补过，将功补过。大家慢走。对了，我也做了这个给你和安博，拿着吧，就当是冬天的纪念。真的可以吗？对尤拉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吧？你这家伙，这种时候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哇，这下我们的雪人也不会融化了吧？太好了。你好好收着就行，不用客气。那么我和安博还有事要处理，先告辞了。嗯，回头见。他们走了，总觉得最近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呢。啊，说起来，我们在雪山待了那么久，却还是忘了找阿贝多帮忙做那个把果子变成果汁保鲜的机器。哎，要不然还是让蒂马乌斯想办法吧，谁让他看起来最好说话。马乌斯，是旅行者和派蒙啊，有什么事吗？等等，看你这有所图谋的表情，该不会还在想那个奇怪的要求吧？蒂马乌斯，你会帮我们吗？旅行者说不用，那就不用了吧，毕竟这个要求怎么听都很奇怪啊。不行不行，没有这个，我的日落果就浪费了。可我研究这种东西的时间都够帮你采十次果子了。研究哪种东西？
又见面了。阿贝多先生，来得正好。是这样的，派蒙想要一个能把果子变成果汁，同时又能为水果保鲜的机器，这也太……很重要。如果能发明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水果腐烂了。不可能啊。把果子变成果汁不难，保鲜比较难办。如果只是希望水果不腐烂，倒是有不少办法，对吧，旅行者？脖子？怎么了？我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吗？哼，看你的表情，还以为是我刚开了什么恶劣的玩笑呢。阿贝多，你刚才说的防止水果腐烂的办法都有哪些？比如说，把水果埋到雪山上，终年不化的雪堆里。那不就吃不到了吗？你可以住在雪山上啊。不了不了，我怕冷。或者把那些果实交给我，我帮你带去雪山。不过你怕冷，那就要派其他人来取果子了。这份差事非你莫属啊，旅行者。如果是别人去跑腿，听起来可行度很高呢，要不就这么办吧。果实埋在雪山，保质期是变长了，相对的，发芽长成果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也许你下次来的时候，那些日落果已经变成果园喽。你可以给那些树木浇水施肥，等它们结果，你就有新的日落果了。不要啊！那样一来，我们不就变成园丁了吗？本末倒置了啦。是吗？我倒是觉得当个园丁也不坏吧。阿贝多，你干嘛老打我那些超甜日落果的主意？哦，你很介意吗？那可是难得一见的超级甜甜日落果呀，不会分你的。嗯，只是日落果而已。应该是因为你手上没有多少同等级别的果实，才会对此感到介意。如果一个人把口袋装得满满的，他的心灵也得到充实，就不会轻易陷入这种情绪了。哎，是这样吗？跑起来，跑起来！嘿嘿嘿！一决胜负！
一决胜负。决胜负！这个世界也在回应。Just do one fight.Let's just see if this account can deal with it. Hey, ha! Yeah, 一决胜负，热乎热乎嘛！
向着星辰。感谢你完成。下雪了，要注意战靴的保养啊。简直是奇迹。起来吧，我来保护大家。热乎热乎嘛，嘿哈！一决胜负。冒险冒险！以剑为誓。Thank you.
有大家在身边，伤口就不会痛。消失吧，热乎热乎嘛。散。这点伤而已。光吧，喷火。散。开锅了，开锅了。不。之神，请指引我们。散。开锅了，开锅了。一决胜负。烧起来吧，热乎热乎嘛。有大家在身边，伤口就不会痛。一决胜负。Maybe about 3 minutes.风，回应我吧。I thought, do you need a bow for that thing? I'll protect you. Set.冒险，冒险！一决胜负。
一决胜负。还不够称职。该总攻击了，散！啊！见识下师父的枪法，烧起来吧，热乎热乎嘛，散。一决胜负，我来保护大家。一决胜，开锅了开锅了。风之神请指引我们。走吧，前往下一个目标。I'm gonna stop for now.是去练功吗？
一决胜负。一决胜负，锋刃，散，一决胜负。冲！